九剑寒刃。 是阎王寨的老二，不死侏儒。恁才是老二，知道了也没用。反正今天你们都得死。老板，该恁出仓了。 杀害淑贵妃的凶手，你们换了我的刀！老板，俺实在是等不及了，先让俺享受这美女吧。 只为女性服务。没想到皇上的王牌锦衣卫，居然是个捏脚的。你们终于来了！六相门总捕头，时间石大人，幸会，幸会。 石大人，放心，绝对没有脚气。上头是不是有任务交给我？没错，山西总兵屈伟和大内高手独孤九剑于进京途中被人劫杀，此事惊动了朝廷，上面钦点你与我们六扇门合力查办。
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接下来一出好戏。 山西总兵屈伟还敢这么猖狂？什么？屈伟死了？屈伟和独孤九仙在上京路上被人杀害，而他的天涯明月刀就在你手上，怎么解释？老子不需要跟你解释。我两位，二位年轻人，你们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滚！哎，好嘞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。啊？ 暴雨梨花针，这不是你是六扇门的女神捕，十一了。现在才明白，晚了。你这是要逼老子出绝招啊？啊！今天晚上睡了你这个女神捕，那以后老子在江湖上可有的吹喽。兄台，放开那个女孩。 你又是哪一个？
什么装？我都看到你崴脚了。你这天涯明月刀哪来的？刀在不在老子手里，你管得着？大人，我错了。去，给师伯头解个穴道。啊，爷的，爷的。啊。于是能让我先看看你的脚吗？变态竟然敢戏弄我，你可太心火的。别误会别误会，你看我这一表人才，国家栋梁，青年才俊，怎么可能是变态？大家聊得这么开心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撤了。站住。你杀了我未婚夫屈伟，现在就让你以命偿命。冤枉啊！那曲总兵绝对不是我杀的，这刀是那个杜必书忽悠我去偷的。杜必书，那天我去春香楼，杜必书问我想不想得到一把宝刀。陕西总兵曲伟有一把铁阳明月刀，雪铁如泥。他一说，我就心动了。我陆坤是有名的江湖大盗，一直就缺把趁手的兵器。石大人，您的马好像生病了。刀是我偷的，但人真不是我杀的。你们在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发现？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死变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是变态。我们是同行啊。同行？你从楼上跳下来都能崴到脚，有什么厉害的？我眼力好呀，你是男是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流氓。行了，你们俩不要闹了，你们照顾一下我的感受嘛！啊，太尴尬了。你们又是哪个？我们是。四大名捕。四大。你们两个女娃娃，真当老子不识数是吧？明明是两个嘛。我是四大。我是名捕。有意见啊？我要说，我是个好人，你们信吗？信，我都不信。爹，你们也来了？石大人，我们也见面了。哦，正好，依依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锦衣卫穆斌，穆大人。是上面派来协助我们一起办案的。你真是锦衣卫？咱们是一伙的。爹，这案子是我们六扇门的，还需要带个外人去吗？哦，他是上面派来的。如果过一段时间看看他帮不上什么忙的话，轰走算了。依依啊，这把刀就先放在我这儿吧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带陆坤去趟春香楼。好，你带着四大名捕一块儿去，我再去总兵府查一查。嗯，杜必书啊，杜爷啊，是经常光顾我们春香楼，怎么了？窈窕姑娘，杜必书可曾说过要谋害陆坤？
啊，他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。听到了吧？听到了吧？哎，丫头妹子，你赶紧跟几位大人好好的说一说，你该死的杜碧初到底是怎么陷害我的啊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您来了，杜爷，他说最近啊会发一笔大财，然后带我远走高飞。呀，那一定是他杀了曲总兵，劫走了献给皇上的金珠宝。嗯，能杀死这么多绝世高手的，绝非贪财好色之辈。杜碧书会武功吗？他的易容术在江湖确实一绝，现在一定早就躲起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新上任的总兵大人叫你出去。好，来了。我的老领导屈伟，屈总兵被杀了，嫌疑犯实在是太猖狂了，杀了屈伟还明目张胆了来逛青楼。钱大人，窈窕姑娘，别来无恙啊。大人您费心了，窈窕很好。果然在这儿，来了。在。将陆坤给我拿下。是。又冤枉我了啊！又冤枉了。大人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大人慢走啊。我就是偷了把刀。哎呀，你说还带死？你们朝廷经费紧张也不是这么个紧张法，连个囚车都买不起啊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，还慢点啊！少废话，都颠疼了还不让我说啊？我跟你说，那把刀就是个凶器，克死了屈总兵，现在又来克死我，你说我招谁？惹谁了？你再多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不是我。装神弄鬼，来人，你们给我上！上！哎，你先把我放下来呗。你看什么呢？我总觉得这里有问题。这里啊，不仅有问题，而且很有趣。你看那个人，颧骨突出，发尾弯曲，说话的时候舌头经常吐出。你再看他的装束刺青，此人一定是鞑靼国极有身份的人。一道，一道，什么一道？到底是从宫里出来的？撩妹就是有一道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还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呢。哎，那他俩是不是还得睡觉？卑鄙无耻！窈窕姑娘，她身姿矫健，步伐轻盈，四肢的肌肉非常匀称，而且她手腕关节也很灵活，说明她会上乘的武功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她掌握着一套极其迅猛的剑法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任务？启禀皇上，这十颗种子都十分优秀，这颗种子根骨奇佳，简直就是万中无一的炼武奇才。一定要把它们炼成无敌的杀器，朕要为淑贵妃报仇。除了查案，我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。什么？寻找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。哎哎，你这个脚生气了？不会吧。哎，我错
错了还不行吗？我向你道歉，别生气了。你听好了，虽然你是上头派来的锦衣卫，但这个案子必须由我来破。你是想给曲总兵报仇？你们感情应该挺好的吧？感情？我第一次见他时，他就已经是一具尸体。那他确实是太可怜了。你跟其他人一样，认为是我命太硬，克死了他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这曲伟本有机会可以娶到贤妻的。哎，我是替他惋惜呀。贤妻？他虽身死，但是有一位有情有义的未婚妻在窃查他的死亡真相。哎，夫复何求呀？我是一个女捕头，又是一名仵作，曲伟是唯一一个敢向我提亲的人。其实你挺好的，是那帮人没眼光。我有什么好的？大家都认为女子应该贤良淑德。没人喜欢我这样的。我喜欢。我闻到了一股恋爱的酸臭。还用闻吗？我都听见了。那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特别喜欢跟。你们干什么呢？小师妹，我们两个来呢，是为了劝你早点回去休息，明天还要上班呢。眼力不错，棒。他们刚才是夸我一下吧？石大人派我来报，钱大人和陆坤昨晚被阎王寨的黑白无常给抓走了。什么？哎，我也去。你想去就别去了。我，喂，你，哎，兄弟，你咋来的？骑马。
你怎么会比我们先到？我一夜，一夜，石大人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我一接到消息就赶紧前来解救钱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来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我们先四处搜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好。这里刚才发生过打斗，但他们却是死于三天前，被人用利器洞穿胸膛而死。他们应该是死于独孤九剑之手。也就是说，三天前劫杀曲伟的就是这些人，而他们死后被黑白无常拖回了阎王寨。那杀死曲伟和独孤九剑的人又是谁？在曲伟脖子上也有相同的伤口，他们被一刀致命，但伤口却细如纤毫，这说明凶手是个使刀的绝顶高手。难道刚刚杀死黑白无常的人和杀死曲伟的是同一人？黑白无常是死于剑，而曲伟不死侏儒是死于刀。看来这幕后凶手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心思谨慎，连阎王寨的人都被利用了。现在只有找到一个人才能查出事情的真相。谁？必须找到杜必书。大胆大胆大胆大小牙大牙小下注趁早。这位爷出手老阔绰了。这不算什么，前几天曲总兵曲伟刚死，我哥钱无缺上任，我自然也跟着发了点财。曲总兵谁啊？来来来来来，买定离手！开开开开开呀！换一下吧。嗯。山西总兵，哎是。曲伟他死了。曲伟不是借口卖伤病那老头吗？昨天晚上我还见到他了，怎么这会儿死了呢？我哥钱无缺他上任了。钱什么玩意？这钱啊，花都花不完。缺什么钱啊？我哥钱无缺他上任了，跟我有毛的关系啊？兄弟，听说你要找伟哥，这里暂时不要，谢谢。哎，给你便宜点嘛。来来来，买定离手。你们有没有听说，这山西总兵曲伟曲大人死了？曲伟，曲伟是谁呀？山西总兵曲伟曲大人死了？还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哥还说了，这凡是抓到杀害曲伟曲大人的真凶，一律杀无赦。好啊，你还敢赌？娘子娘子，我错了我错了。哦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来，别管他！对，放开！让你拧，你还真拧！咱们是来找人的，干嘛非要办夫妻啊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这不是方便掩人耳目吗？再说了，放一百个心，我绝对不会骗你的。这附近大大小小的赌房。我们每个都去演了一遍，这样能找到杜必书吗？我已经找到了。什么？蠢货！我。
想他我说。哟，杜爷，好兴致啊，去哪儿？你们不过来哈，你们过来我就坐这跳下去，我就。哟，这水可浅了，跳下去顶多残疾，死不了。你们都想干啥呢吗？说，曲伟是不是你杀的？曲总兵死了。死了也不是我干的呀。那你为什么怂恿陆坤去偷天涯明月刀？刀？啥刀？陆坤都招了，你是跳还是说？我这……我说，那一天晚上，我把钱吃了个干净。是的，遇见个黑衣人，笑笑笑，四五六大，笑笑，四五六大，啥嘛？他把你给弄的，弄怂了，我给你拿钱去，看怂的看的，有病吧？需要钱是吗？事成之后还有，他给了我一千两银子，让我雇个路快去偷盗。我当时银子紧，我也就没多想。后来我听说曲总兵被杀了，不是侄儿也死了。我后来我看见那个人。在杜房寻我哩，我知道他要杀人灭口，所以我用易容的方式我跑出来的。哎，这黑衣人到底是谁啊？看来他才是幕后的真凶。对着呢。你可曾和窈窕姑娘说过要带她远走高飞？窈窕姑娘，我自己都放着飞烟，我带上他弄啥呢吗？看来他果然在撒谎。娘子，怎么办？人都抓到了，你还这么不正经？现在一切尚未查明，先跟我们走。我是冤枉的呀。怎么办？推下去。跟你走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识破他的易容术的？对呀，我的易容术闯荡江湖多少年，从未失手。你咋知道的？这个嘛，简单。第一，现在是四月，整个赌场只有他汗如雨下。如果不是他肾虚，我谁不虚？那就是你脸上披着另外一张人皮，自然闷热得很。第二，我故意说出屈伟之死，就是想炸出知情人，而他面色慌张，眼神恍惚，一律杀不死。骰盅还掉了。至于这第三嘛。易容之人得长期使用特制的药水沐浴，以保持皮肤张力。而他身上的味道，这么大的狐臭怎么盖住？他有狐臭。鼻子跟狗鼻子一样。哎，对了，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没有解释，为什么非要我和你扮夫妻？这个他喜欢你，要泡你了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给我打他，就是是不是？哎，吴大人，钱大人，钱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来接你们。啊，啊，你看，二位神捕果然火速的抓住了杜碧书，辛苦了，小事一桩。人既然抓住了。我们不妨找个地方庆祝一下，怎么样啊？好呀！好什么好？你又想公费吃喝？钱大人，我还赶着将杜碧书收押归案，就不奉陪了。你们去吧。也好。来啊，你们护送石捕头回去。是。哟，
不卖酒馆，气派。哟，贵客临门啊，里边请。走，快点，把他带牢里去。是，走。师姐，哇塞，小师妹，你和姓穆的还真是夫唱夫随啊，居然真的抓到那个杜比叔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们两个不是互相喜欢吗？他人呢？谁喜欢他了？好酒，来，穆大人。穆大人，穆大人，这酒，这……大内锦衣卫，好一个大内锦衣卫啊！不过如此，我们的计划差点毁在他的手里，他可不简单。金钱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凉拌。你居然装死！他就是之前出现在春香楼的达达人。你以为你脱了马甲戴了绿帽，我就不认识你了？看来我是小看你了。说，做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？我就是嫉妒屈伟，所以我让他死。撒谎！哼！你跟穆斌接触的这段时间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他呀，他人挺好的，啊，虽然有时好事不太正经，但是总能误打误撞的找到对的线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些本事。钱大人死了？怎么会？穆斌昨天还跟他喝酒去了。你说的没错。就在昨晚他们喝酒的那酒馆，钱大人被人毒杀了。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晚就在阎王寨，我就觉得黑白无常死的蹊跷。为什么这么个案子这么的扑朔迷离？为什么每一步这个穆斌都走在我们六扇门的前面？爹，你是怀疑穆斌？不要认为所有的锦衣卫就都是好人。你娘之前就是因为太相信这些人渣，所以才着了他们的道。如果他杀钱大人就是为了杀人灭口的话，那么下一个他将要杀的……怎么这么心急呀？也不让人通报一声就来了。
杜必书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他和钱无缺都招了，你还不坦白吗？穆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，天涯明月心，朝暮最相思。你在案发现场调查的时候有发现什么东西吗？这是我从曲伟身上找到的。你送给曲总兵的手帕跟你身上胭脂味道一模一样，你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了一个人。是钱大人吧？你和他有情？是穆大人，你一路奔波想必也是累了，不如让我来伺候。杀死黑白无常的也是你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我。你倒是和钱无缺一样，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身上揽，你们处心积虑到底想在曲总兵身上得到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兵符对吧？你和钱无缺利用春香楼笼络无数达官显贵，就是为了得到曲伟的兵符，对不对？穆大人，你想多了。我帮助钱大人，不过是为了帮他上位而已。兵符已到，按计划进行，大业已成。金钱美女，你就是美女吧？我去，县知己啊！穆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。师姐，魏银针。叫丢三个指，他就是我要找的人。依依，你务必要救活他。穆大人，今天晚上的事儿，你务必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等等，爹。我有些话要单独跟他谈谈。窈窕姑娘还能救活吗？毒不就是你下的吗？我怎么可能对他下毒？不仅是他，给阎王斋送消息的是你，诱惑杜必书的也是你。你见杜必书败露，便杀害钱无缺，还栽赃给他。之后，又赶来对窈窕姑娘下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女儿救回来的。你说的那个神秘人20年前杀了淑妃，还带走了他的女儿。淑妃的女儿脚底有三颗痣，
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想想，曲总兵，他进京护送的是什么？是一爷。一点，你好相信，想。服不服？你服不服？还嘴硬？啊！大恶！啊！哇！你放狗了，你咬人，我也要。啊！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？咋回事？哎，我这大人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？哎，这谁啊？大人，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美玉。挺有眼光的嘛，好眼光，美女大人，到底咋回事？现已查明，大内锦衣卫募兵勾结阎王寨，杀害新旧两任山西总兵，罪恶滔天，十恶不赦。哎，美女，等一下，美女，依依啊，姚小姑娘怎么样了？她过两天应该就能醒过来了。哦，那就好。爹，募兵他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被押入大牢了，真是朝廷的败类，居然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爹，我们是不是有些武断了？事情还有很多疑点。你还怀疑什么？他都害死了多少人了？要不是你用药及时制住了他，说不定他早就对你下手了。不，我不相信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辛苦了好长时间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可是爹。好了好了，去吧。募兵解决了没有？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暂时得消失一段时间。爹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事情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我娘是不是也是你杀的？住口！爹，不许叫我爹！你从小就把我丢给奶娘抚养，甚至从来都没有抱过我。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一出生就害死了我娘。你娘？我跟她可是青梅竹马呀，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她吗？可她居然为了一个外人。
妖跳姑娘脚底下的那三颗痣，是你吩咐座上去的。你什么都知道了？我不想知道。我也不愿意相信，我一直以来敬重的爹，是一个恶贯满盈、杀人如麻的刽子手。 你说什么？刽子手！刽子手！你说的没错。 我的心上人就不会被别人抢走。当初我就该一刀杀了你。 天涯明月刀果然厉害，我唯一忌惮的就是这把刀。现在此刀在我手上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石大人，师姐，错了，没错，错了，错了，我爹才是幕后真凶。你退后，我们保护你。 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想拦住我？你先去找窈窕姑娘。别找她了，她是假的，你要找的人是我。什么？停！你刚说什么？哎呀，我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你这酒。 跟这的北方真是天差地别啊！我是捕头，哎，每天出差办案，很辛苦的。啊，赶快把鞋穿上，一边去。哎呀，幸亏不是我亲生的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居然没死在牢里，哼，当然还是托你的福了。 谁让你来的？少废话！杀了你，我们就能得到金钱美女。啊！啊！啊！
我知道剑前美女在哪。啊？嗯？干杯！温家的官兵都叫我给卖脱了，咱们就放心的在这儿吃货。既然有了金钱美女，何必再动刀动枪啊？对着呢。这金钱美女，是谁告诉你们在我手上的？石大人。酒足饭饱，我还顺便洗了个澡，刷了个牙，换了身衣服。你不是已经中毒了吗？我给他下的只是暂时昏迷的蒙汗药。贱人，居然跟你娘一样的来背叛我！爹，你已经杀了很多人了，只要你现在立马收手，我一定想办法替你求情减罪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？金钱美女就是证据，而这一切要从曲伟被杀的那天说起。你要杜碧书和陆坤去调换曲伟的天涯明月刀，再利用阎王寨的人去劫杀曲伟。事后，你又对阎王寨人痛下毒手。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金钱美女。可谁能想到，金钱美女其实是两个人，他们就是达达国派来的间谍，钱无缺，代号金钱。窈窕代号美女，而春香楼就是他们的情报据点。大人您费心了，窈窕很好，一切照旧。你们的目的是杀掉山西总兵屈伟，然后让钱无缺取而代之，调动兵符给达达大军让路。可是你没想到，你们的狼子野心早被屈伟给识破，他成功地抓捕了金钱美女，并打算押送进京，所以那晚你才会去救他们。而钱无缺和陆坤被黑白无常劫走后，血洗阎王寨的人自然也是你。之后依依和四大名捕迅速赶来，你也假装若无其事一般带着钱无缺和陆坤出现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你才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。你怎么会比我们先到？我你想让我做替罪羊，所以在我找到杜碧书之后，你就立刻派钱无缺队伍下山。他自知交接兵符已经完成，以免被我知道更多的信息，因此他用自己的死来掩盖真相。所以之后我去找窈窕姑娘对质时，他才会在服毒前机关算尽地把一切都推到我的头上。穆大人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如果不是依依及时救回窈窕姑娘，你的局几乎毫无破绽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真凶就是你，时间时大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兵符就在你的身上。看来我还真是小看你小子了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你为什么要把栽赃陷害幕后真凶的矛头指向给我？因为他知道你是来找我的，他就是20年前杀害我娘，把我从皇宫里偷出来的人。你为什么要杀我娘？你为什么要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长大？为什么？因为阿叔本来就是我的女人，背叛了我。我们分手吧。阿叔，别这样好吗？我们曾经……石头，今天重复昨天，明天重复今天，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，这不是我想要的幸福。阿叔，阿叔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没过了多久，他居然进了皇宫。
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石头，你看看，可爱不？我现在很幸福，你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的幸福就是带你走。石头，你还放不下吗？不是我放不下，错的人是你。你吓着他了。不哭啊，不哭不哭。哦哦，乖乖。娘在这儿啊，乖，不要哭了。你不该生了他，你不该生了他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心一意对待阿叔，而他却背叛了我。你当初就应该把我也杀了。阿叔已经死了，留着你就是一个见证，我就让阿叔看到。是他选错了，为了你的执念，为了报复皇上，居然不惜一切毁了整个大明朝。那个姓朱的夺了我的女人，我也要毁掉他的一切。不要再错了，还有你们都得死。今天就为那些冤魂报仇。站站依依，小心！杨玉芝，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可怜？人生不止只有得到，还要学会接受失去。只可惜，他没学会。想哭就哭出来吧，至少在我这里，你不用假装坚强。
跟着我，金钱美女一个都不会少。哎哎哎，这咋是窈窕姑娘去？哎呦，你个瓜西！只要有金钱美女，你管他是哪一个？问你个问题，你刀法这么厉害，轻功怎么这么差？下回告诉你。下回？对，就是下回。可是我害怕到了皇宫就再也没有自由了。哼，怕什么？你在皇宫里不开心了，我随时可以把你偷出来。说话算话。嗯，驾驾驾驾。哎，我闻到了爱情的味道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跟着呀，小师妹。